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大帅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那么今天如约而至啊，给大家带来共研福星监管者记录员的实战测试啊。这个角色我已经先玩过一会儿了，感觉挺难玩的，挺难玩的。这个想要抓人的话，我个人的感觉啊，这个记录你不要把它当做封对手的交互来用，你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的透视，减它交互速度来用，这个抓人是非常好抓的。比如说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医生，这个先知对吧，他直接是透视的，而且他交互也慢，所以说你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机会去抓到他的。但是你把这个记录下来这个片段，你想去封他窗，你想去干扰他交互，这贼难，真的贼难啊。我们这边不断记录他，好，对吧，我就当一个透视来用，我就当这边插了眼当一个透视来用，贼好用啊，贼好用。好，我们这边记录了两段啊。哦，刚才那段是没有能记录成功，因为他好像是在记录过程中没有进行下板。他没有进行下板。这边的话，看他下不下板。好，他下板了，那我们这边记录成功了，先打他一刀。大家注意一点啊，就是我们把这个记录的碎片来放，比如说我要去破封这块板子，对吧？你看这跑过去有多远？你是帮他下板还是帮我下板？对不对？这个下板真的太慢了，我刚刚这边不小心按错了，按到那个就是那个沈月去了。大家看到这个很难用，这就是印证了我昨天那句话，就是二阶当他那个彩信出来以后，这个交互可以直接封是有用的，但是你正常的话呢，穷人这边不会在你记录的时候他直接交互的，所以说你这个交互很难用啊，很难用。我们这边一点点来打，给大家一点点讲。我个人觉得呢，就是反而让我昨天不太看好的，就是这个普通攻击啊，普通攻击记录自己的普通攻击，记录自己的交互，我觉得反而蛮好用的。比如你记录自己一个破板，记录自己一个那个攻击啊，还是挺好用的。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这边的话我们先记录，好，然后，哎，给他来一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就是，但是大家注意啊，你记录自己的普通攻击的时候呢，一定是。你记录的时候要直接打，你不能是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对吧？记录了一段时间以后再出手，那你就是纯粹在跟自己开玩笑，觉得自己是个神仙，是个天秀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一段会变得这么的冗长。你想，你要放这样一段，怎么打到人啊？像我刚刚那样，就记录了以后直接打。好，然后我们给你们看一下，这边比如打这个空军，对吧？这还挺好用的。哎，没打到，没打到就算了啊。我们记录一下自己的一个失常给大家看啊。好，踹掉了，然后你这个失常就可以再踹一次啊，可以再踹一次。我们可以看这边秒级的一个进度，直接踹空，哎，两次啊，然后它的一个效果是一半的。那么这边的话呢，不得不表扬一下，昨天在评论区有一个观众讲到一点很不错的，就是记录穷者修机啊。我们看秒级抖抖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记录这个穷者修机。然后当他压机的时候，有观众说，因为我们在说反向修机嘛，把这个机子的进度给降了，对吧？我们比如这边切一个反向，然后现在是结束了啊，待会儿再来。然后切个反向以后呢，把他的机子给那个减了，对吧？然后昨天有一个观众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，哎，我把他这个机子，比如他们压好机子，我记录了一段他修机的，我把他这个机子点亮了，不就？他就压不了机了吗？我测试了一下，是可以的。只要你正向把他这个机子点亮了，是可以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边转为正向啊，给大家演示一手，给大家演示一手，因为把这个空军赶走，不知道他机子有没有修开啊？演示一下，比如这台机子快压好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差不多了，没有修好没关系啊，我们给他演示一下，对吧？正向修机，大家可以看看这进度啊。它是正向的，你是可以帮助求人者修机的啊，所以用的时候也不要用反啊，这样的话呢，在比如说你哎那个审阅的过程当中，在上帝视角对面压了一台机子，然后干嘛呢？你这边选择帮他把机子点亮，你人守着一个求人者，因为不就救不了人了嘛？那这样的话，对于局势来讲，还是对于求人者有利的。所以说，面对这个监管者一样啊，压机可能就变得很困难了啊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我们观众还是很厉害啊。这个都给你想到了，非常非常的优秀啊！那我们这边再踹一脚，把这个时间延长一下。不过他们两台机子修的都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刚说完啊，
好，继续给他演示的是什么呢？给他演示的是那个彩信，昨天已经给他讲清楚了，就是当你到了二阶以后啊，你去记录那个求者的时候呢，他的这个交互直接就是剪掉他移除那个过程，移动过程的。我们这边来，哎，等会儿记录一下自己啊，再给大家看一下他的一个攻击，他的攻击是在挽留状态下，他的这个攻击是一半啊，因为本身是一半嘛，然后打了四分之一，这我肯定打不中，因为刚刚没有记录好，没关系。给大家演示一下彩信吧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自己的一个彩信啊，比如说，对吧？好，记录完了，当你放的时候还是这么小一段啊，还是这么小一段，发现没有？没有中间的那个移动过程了，没有中间的这移动过程了。然后我们这边来拦住，说实话这个真的很难很难，但是不代表你熟练度高了以后它不厉害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，对吧？雕刻家出来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很难，对吧？那现在都打得风生水起，哎，你看对不对？多打两次终究会有的啊，多打两次终究会有的。然后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求者这边的一个交互，再给大家看看彩信的一个效果。他这边应该会下这块板子吗？不下，前面这块你总得下吧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他这边踹板子，对吧？就直接下，就直接把这个交互点给封了，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来抓人来讲就很好用了。但是他是二阶的啊，我觉得我昨天分析的还是蛮有道理的啊。那这样的话呢大致测试完了，如果说还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点，比如说对吧，正向修机打断求者压机的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想法呢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本期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